寒湿，完全压制不住了。哼，啊，你们原来在这儿啊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那两人都是天人境九重，居然这么快就被寒湿冰封瓦解，这比上次在阴阳火池的影响还要恐怖。刚才我基于淬炼神元丹，才引得体内寒湿爆发，你焚烧精血能够暂时摆脱。快，叶云，你快走！还能驱除寒湿。叶云，你怎么？似曾相识的一幕啊，是吧，小师姐？是我灵力消耗过度，但这次不一样，寒湿源自我们体质，已经爆发，纵使你用什么秘术都驱除不了的。寒湿的确无法从外部驱除，看来只有借助魂力将阳火深入他们体内试试了。你们觉得身体怎么样？还需要我帮忙吗？我灵力充沛，还可以再驱除一次哟，机会难得。你是用的什么办法驱除寒湿的？那是我自身的体质之力。我也没想到居然能成功。原来是这样，可体质之势再强也不能融合，看来这暗疾还是无法根除。姐姐，此次我们淬炼出神元已经大有收获了。叶雨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们一次。嗨，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？其实你们想根除寒湿也不是不可能。你有办法？这寒湿毕竟源于你们体质，想一蹴而就肯定不行，但如果有我在，你们又能够坚持长时间的治疗下去，水滴石穿总能见到效果。不必了。啊！谢谢你的提议，我们后面会考虑，先告辞了。啊，姐姐！啊、哎，这就走了？我难得免费给人治疗啊，居然拒绝我，是我没表达清楚吗？姐姐，你不相信刚才叶雨所说的吗？他或许的确有些手段能够暂时抵挡寒湿，但我们母亲可是道种境王者，连他都无法抵御。再说那小子吹嘘的本事也不弱，和他接触下来有几句话是可信的。可是叶雨也没有要求我们给予他什么财物，骗我们是为了什么呢？哼，男人骗女人还能为了什么？卑鄙无耻的人我见得多了，才不会上这个当呢。刚才淬炼了神元丹，一时没控制住。姐姐，你看，看来你们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啊。有完没完了？抢东西也别拆人家屋子啊！一群没公德心的家伙。
不会是小师姐和他们打起来了吧？宁城府两位小姐天资过人，原本是我不朽皇朝拉拢的对象啊，但怎么总是要和我作对呢？嗯，你们身上似乎多了神元的气息。突破到神通境所需的神元，难道是夜雨带他们找到的？你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混蛋，别碰我姐姐！你宁家小妹看起来乖巧文静，原来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美人啊。喂，麻烦那位变态皇子离我两位师姐远一点。夜雨，金蝉大士凝聚出实质。夜雨，你竟然还留在这里，果然也是为了夺取镇教秘术吗？镇教秘术？你们每个人都这么想要，我还真有点好奇了。抓住他！夜雨，哼。